我们今天到这片山里面来挖天麻，然后要经过上面这一大片的坟山。我已经走下来了，他们挖天麻的也下去了。然后吴启林兄弟啊，在上面坟山里面迷路了。哇，这里一大片的坟山，等一下他下来我们采访他一下，看看他是什么感受啊，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走迷路。终于找过来了，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？那前面全都是坟，我跟你说，还好今天是大太阳，我看到那个直播走就引走了我的那个注意力，哇，真的很吓人。如果是下雨的话，有雾罩，我是不敢走的，很吓人那里面。我从这里走下来的，然后我一叫你，你跑到那边去了。对，是有人喊你过去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吧。哎呀，这个坟，这个坟山里面确实有点吓人啊。啊，对，太吓人了。我刚刚听村民说，他说有10000多座坟，10000多座坟啊，就这一整片山全是坟墓，全都是，而且那边的坟很大，不像这里这么小一个，很大的。这我感觉刚才他被吓住了，我们一群人走这里走下来了，他跑到那边去了，跑到另外一个坟山去了。我喊的时候声音都很小，是吧？都听不到，听不到什么？你是被迷住了？你打电话我都接不到，啊，对对对，我打电话以后你也接不到啊，这我给你回过来了。那好像电话都受影响了，吓到了，吓到了。哎呦，这个天麻矮也好。嗯，这个天麻矮有。矮。哦，挺干的。现在还是天有点干哈。如果不干，像这种最少都是7-8两斤吧。嗯。像这些最少都是30两。嗯。它干的看着，连米黄金都干，连着干水平都没来多少。对。嗯。这土好松散。土肥松散，这是干硬的。挖好多斤呢？如果真的天不干，像我这个，嗯，你看我真的挖到的是山窝，嗯，这山窝这得将近40来斤，40来斤，我都成0.7、0.5个平方，嗯，山窝成2个多的平方，2个多的平方的时候，40多斤，一个平方的将近挖12斤，真的，嗯，如果天不干，我说是打算挖25斤以上，找天干老活，啊，你们总的。
山脚下，你看他们的天麻就种在这样的山里。刚刚那个高总也说了，他们那个种天麻的这些木材啊，这些全部都是从山上用马驮下来的。而且这个，比如说像这里哈，它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平方的一个种植面积，那一个平方呢差不多成本都要100块啊。那种出来的天麻呢就是10多斤，尤其是今年这个整个天气比较干旱，所以说呢产量啊也是巨减啊。而且现在挖好这个天麻呢，又要从这里用人工背上去，可能都要背20多分钟吧才能背到山上，特别辛苦啊，不容易啊。都是小小的吗？